看看新闻网。据悉，最近在上海拍摄新戏的马伊琍也是将父母和孩子带在身边，既投入演戏，又在收工后对家人悉心照顾。谈及带着家人入住剧组的话题，马伊琍是滔滔不绝。好，这就是一直在苦苦追上啊，因为在上海拍，其实是确实剧组，我觉得是剧组迁就了我很多，因为我当时不想去外地，就不想把孩子带到那么远，所以剧组当时帮我很多忙。然后在美术老师觉得是都可以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是在上海拍摄。困难吗？生日临近的马伊琍被问及如何计划时，她却表示，对于生日的概念，自己一向都很模糊，更何况不仅记不住别人的生日，更是记不住自己的生日，索性就不太爱过生日了。而被问及是否能够想象出先生文章在她生日当天会有什么样意外的惊喜送上的时候，马伊琍的回答似乎显得老公文章能给予的惊喜毫无新意。突然回家了啊，这种，突然从外地赶回家了。